家好， Costco 最新的热卖从11月14号开始到11月22号截止。本期视频除了介绍这些热卖商品，另外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些现在超市正在减价优惠和特价清仓的商品。我们先来看本期的热卖商品，这款照烧菠萝肉丸，它是用全天然无抗生素的鸡肉加上菠萝制成，不含人工的配料和人工添加剂，一盒46盎司，本期省4块，减价后9块7毛9。 Kirkland 的这一款巧克力慕斯蛋糕，一盒有42盎司，本期省2块，减价后13块9毛9。这款有机菠菜，一盒一磅重，本期省1块，减价后2块2毛9。这一款多用途食品保存系统，它结合了热风机和可伸缩手持式真空封口机，可以让食品的储存时间和保鲜时间更长。它容易使用，只需按真空按钮即可清除空气和密封，并且有 LED 灯提示密封已完成。这一套还包括一个11英寸乘8英尺的真空密封卷，6个一跨脱真空密封袋，5个一加仑真空密封袋，6个一跨脱真空拉链袋，5个一加仑真空拉链袋。它的尺寸是长 17.64 英寸，宽 8.66 英寸，高 10.63 英寸，重 8.47 磅，本期省50块，减价后99块9毛9。这一盒封口袋和封口卷，它需要配合上一款真空封口机来使用，包括有46个 20.3 厘米乘 25.4 厘米的封口袋，3个 27.9 厘米乘 4.88 米的封口卷，2个 20.3 厘米乘 6.1 米的封口卷，本期省10块，减价后29块9毛9。 Kirkland 的这一款比利时巧克力，它有浓郁的黑巧克力、奶油牛奶巧克力和像丝绸般光滑的白巧克力，这一盒有18个不同的品种，总共46个巧克力，它的重量是 20.1 盎司，价格是每盒13块9毛9。这款 High Sierra Ali 商务背包，它有多个隔层，方便收纳各种物品，有专门放笔记本电脑的隔层，另外有 USB 电缆端口，直通手机和平板电脑口袋的插槽，本期省15块，减价后24块9毛9。这是一款带 USB 移动电源的可充电 LED 灯笼，坚固抗冲击，有 IPX4 防水设计，电池续航时间可长达405个小时。它可通过内置的 USB 端口为小型设备充电，本期省5块，减价后19块9毛9。 Kirkland 的这一款重型铝箔，长500英尺，宽18英寸，本期省5块，减价后18块9毛9。这款 Kirkland 的盐焗腰果，重 2.5 磅，这一款是 Kirkland 的坚果混合装，它包括有杏仁、巴西坚果、腰果、澳洲坚果、山核桃，重 2.5 磅，这两款的价格都是13块9毛9。这是一款用真正水果制成的软糖，含优质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不含防腐剂，不含麸质，一盒有90袋，每袋 0.8 盎司，本期省3块，减价后7块9毛9。 Kirkland 的这一款超厚的烟熏味牛排条，不含麸质，98%无脂肪，一袋有12盎司，本期省2块，减价后7块9毛9。 BBQ 鸡肉香菜迷你馄饨，一袋有3磅，本期省3块，减价后6块6毛9。这款 Chicken Popeyes， 它是用了无抗生素的鸡肉，加上少许胡萝卜以及青豆。这款冷冻食品用微波炉加热6分钟左右就可食用，一盒有8个，
每个十盎司，本车省3.5块，减价后6.39块。下面就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些现在超市正在减价优惠和特价清仓的商品。这款超柔软的毯子，它是用了100%的聚酯纤维制造，它的尺寸是152厘米×177厘米，本期省3块，减价后8.99块，优惠到11月19号截止。这款两件套的菜板，它是由天然的木纤维制成，耐异味、防污，可安全的用于洗碗机。一个的尺寸是29.7×21.48×0.6厘米，另外一个是36.83×27.5×0.6厘米，本期省3块，减价后9.99块，优惠到11月19号截止。这款不锈钢的过滤器三件套，有大、中、小三个型号，本期省3块，减价后9.99块，优惠到11月19号截止。这款20瓶香料套装，配有木板的旋转架，每一瓶精选的草药和香料都密封在玻璃瓶中，金属瓶盖上都刻有香料的名称。它的直径是8英寸，高12.5英寸，本期省10块，减价后24.99块，优惠到11月19号截止。这款八件套的有各种规格的不锈钢测量套装，本期省4块，减价后15.99块，优惠到11月19号截止。这款能滋润肌肤和软化肌肤的洗手液，一盒有6个8盎司装，本期省4块，减价后7.99块，优惠到11月22号截止。Mikasa 的这一款餐具两件套，一个椭圆形的盘子和一个蔬菜碗，它们都是骨瓷的材质。椭圆形的盘子有40.6厘米，蔬菜碗有22.8厘米，本期省4块，减价后15.99块，优惠到11月22号截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